婚姻国乐团是婚姻观很大型的民间国乐团，每年的乐团都会前往各种地区来进行巡回演出。在今年配合着国际五喜节的举办，婚姻国乐嘉年华也要选来到虎尾镇的中竹国中来举行，到时阵那是有500几个成员被做过来表演国乐，更加特别安排布袋戏的经典主题歌，要让民众借此熟悉国乐，也体验过去的流行歌曲。一般至今已经进入第七届，不管是演奏的水准，也是规模，拢非常的高。即马已经成为国内重要盛会之一。国乐是我们的传统，它跟西洋音乐最大不同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一个音乐，它可以它的乐符可以打到每个人毛细孔，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非常值得办的部分。再来，因为办这个，它也会跟各乡镇的一个产业结合，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非常有意义。有丰泰文教基金会在背后带来的支持，婚姻国乐团每年都会规划到县内各个乡镇区进行巡回演奏。今年演出日子刚好碰到国际五喜节，因此演奏的乐曲也用了不少卡数。完全以布袋戏，除了我们咱这个有咱创作的。咱这个陈信华老师所创作的这块引领我的家啊，这块引领我的家相当有意义哈。啊，了呢，就拢以咱布袋戏的主题曲啊来做演出啊，期待咱大家爱好布袋戏的啊，即个啊乡亲父老呢，共同来咱欣赏，来咱拍一个谱啊。人联合演奏的国家已经真少有，即马国家舞蹈来做结合，上特别的国家嘉年华，这礼拜日早起都将要伫虎尾盛大登场。今年乙亥年9月29日礼拜天，在我们云林县的崇德国中，虎尾镇的崇德国中，有我们的国乐嘉年华会，欢迎大家踊跃来，一起来享受我们云林最有文化气息的。国乐嘉年华会已经去过斗六、高溪、斗南、赤崁、西丽、甲台西等等乡镇市演出的昆凌国乐嘉年华，今年这站有500人要来到虎尾做会演奏，欢迎民众踊跃前往欣赏。记者陈伟，从报道。